马蹄边，我啷来到苏恩的宝座前，你怜悯，你赦免，你慈爱，必生命较好，甲我啷同在。主你关照着我啷个生命，黑暗就要离开。耶稣都来，我啷个生命，我啷改变了，我啷是新造的人了。感谢主，耶稣都派的话医我啷个病，派的话偷帮我啷个生命。耶稣救我。依我祝福我，耶稣救我，依我祝福我。搁一道，耶稣救我，依我祝福我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祈祷。Amen， Amen。祷告我主，哈利路亚。今日圣灵有感人同在哈，啊，会记啊，你的心开心开大大好伊。伊要感动路，伊要指点路，领错路，走入伊丰盛的生命。今日我要讲的，就是讲到看到，看会到，佮看袂到。啊，你看会到的物件是虾米？你有物件佮看袂到的，啊，那是年纪大了，你诶目睭佮闪两步了啦，散光，啊，你会看到边仔呢，佮一边边仔看袂到了，哦、啊。影响到你的生命了。今日哈咪物件都看会到，哈咪物件都佫看袂到咧。上帝要予咱人明白了解伊的话语，伊的话讲出啊，无多对家都空空的，无多对家伊空空的就，伊要做伊的工作，伫咱人的生命。你谈到改变无？去年你谈到改变无？今日国家节，今年国家节改变要来了。Amen。上帝跟我们同在，我们看亚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依靠人血和肉和手的呢，他人心呢，他人的心呢已经离开了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这个神啊，那个人呢就是有祸的，就是说没好事了呢，因为伊人离开了主，伊人靠人的势力，靠人的面子，啊！上帝爱咱人，找伊的面。You seek my face, you will find me。你会找我的面，你免看我的面子，我常常要来救你，医你，偷帮你，使你的信心坚固。这个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讲，无甲你讲哈。今日你的身体较歹哈，我咪听你祈祷。你感觉着安怎？你感觉是安怎呢？惨咯，看面色，看面嘴就吃辣咯。哦，爱哭爱哭人，肯哭。你看，这个圣经在讲，当这个人，人，你还是讲你甲我啦，一日啦，哭人啦，无哭上帝，都是未祈祷了。你的心已经化了，你的心已经离开了上帝。耶和华离开了上帝安怎呢？那人有祸了，那个人都有开始物件发生，不好的物件要发生了。第六节讲到，因为伊啊，要想啊，那沙漠的图像了，
未看到福禄来到。当你看，你感觉也是讲你信主了，你信耶稣了，你无直接来祈祷，无直接甲上帝来沟通，读圣经敬拜主。今日阿么相信圣灵有做工作伫咱人的生命，你的心有看到个改变无？你会敬拜主？有阵时你坎坷，你苦爱听音乐，该唱歌。啊，有个人听，那个人唱歌。世界的歌，爱人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，都都听了这个歌，唔知爱笑个是爱好，然后你看到这个物件，你人离开了上帝啊，一变一个沙漠，就一个 desert 去了，迄个脏啊，沙漠有脏无？少啦，有会脏的话，有人讲我爱做沙漠的图像，但是不见富乐来到。上帝祝福来啊！你看无诶啊，因为你已经离开了主，迄个人离开了上帝，安怎呢？离开了上帝会发生虾米事呢？祝福上帝祝福来咧，看无诶。上帝嘛来祝福我，但是伊上帝祝福伊好势了哦，过很改变是个新车换车，但是常常伫里未欢喜诶哦，要安怎做较好啊？但是上帝真正有了你的耐心，甲伊个建立诶。如果你耐心跟上帝来求，上帝本是有你耐心看你安怎大汉。上帝无讲，你安尼歹，我搞你踢一脚，啥踢无啦？你看，顶过我脚还袂信主，还袂服侍主的时，我买咧机器要救命啊！你看我的 electrician 啊，我的同事啊，一做咧吸尘机吼，参四颗卡的机啊。了啊！一日啊，伊升地气哦，伊个机袂行，牙卡去踢咯。哎呦，踢了嘛，个来行啊！有阵时咱人个车袂行吼，你牙个雨伞卡卡看一点，伊个 battery 会行袂行吼，我牙卡卡者，哦，卡上大了破去啦。了，他呐，咱人新租了嘛，我看到啊，咱人新租了，全时间服侍租了，租就服侍了，咱人特别有爱心去听爱人哦。特别听人的需要，人的坎坷，但人别说啥机器，人去踢咯，人踢人气死人，对哦。迄个是爱心，无想了，我看到一个大的改变。人是用气力来攻击，来堵人，但是那人有上帝啊，那人有关怀啊，那人都有爱心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人离开了上帝啊，伊看未到上帝祝福。了做过后面没发生呢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，这个人自己找来的咯。上帝祝福丰盛的生命了，你谈到头棒了就改变了就，但是坎坷经过圣洁的生命，坎坷啊，恶啊，一条路恶啊，哦，顶过阿爸古家讲过一去过九寨沟啊，中国的山位啊，阿爸说啊。那个山位哦，哦，九寨沟啊，我唔捌去过啊。伊讲了，我本未喘气啊，因为去到个山哈，你爱入那个山旷细细啊，你未过啊，你身躯小大，惨了啦，未过，佫未出啦，你安怎？嘛未喘气咯，很苦。我听到了，我唔敢去啊。那边个阳光环境真水，但是地动几哪刀啦？你看到人？别贵，人要更无好诶，上帝可以好诶，上帝可以祝福福足诶，但是人要更去沙漠去大，离开主看未到半项上帝要祝福诶，目睭看到，然后人讲啦，目睭啥打到 stem 啊，那个呐，打到 stem 哦，一边个不要紧咯，两边个就扎打到 stem 哦，他那如果用 stem 哦，他那不用 stem 呀，啊？做啲果嚟做布庄，啲果嘅大只都吸大你，变等眼老两叉。你看，人人嘅生命啊，圣经啊，啲古约里面啊，讲咗真真济，人人嘅生命啊，人人嘅生活嘅就，人人唔肯离开主啊。你信咗耶稣啊？你这呢？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冇听我嘅祈祷，你大大只都咩嘢款？你听我讲，我讲你听，有哦。上帝啊，
你祝福我，喊我就几百银啦，几百金啦，啊，五十几路唔要紧啦，但是你会惊无？你白惊呢，扑破去了。你无平安，你有五十几路的金啊，你无平安，你收得落？爱去个银行，国惊人对路；爱下个车，国车个班车；爱下摩托，摩托拉，摩托老油。你问怎？未？上帝要祝福人人满满盈盈，上帝无让人坎坷的。上帝的祝福来无让人坎坷的。The blessing of God brings wealth, and He add no sorrow to it.上帝祝福来啊，好啦人丰盛诶，无好啦人坎坷诶。感谢上帝，你看离开上帝的人，离开上帝的人，到底还没所在呢？无人居住的田地，迄个是羊的所在。你爱离开做无？你家己拣，人爱离开做，就去大咧是啊，那海边啊，那海边的江啊，淹个了的啦，啊，干那有咸湖呢？你讲啊，咸鱼会翻生么啊？你要第七集呢？这边讲到依靠耶和华 ，lean on, rely on, depend on God, 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。你靠上帝，你信靠上帝，上帝会信靠无？你知影五千年前一定死的十字架，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病痛，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，为你的病痛，为我的病痛，定死的十字架，赦免我的罪，你相信无？相信，因为伊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是新造的人了。哈那，你谈到的祝福，上帝要祝福你，满满盈盈，落去一代，过一代，五千代、三代、四代，到我千千代，咱那特别传福，咱人行行顺顺。关于上帝的工作，关于上帝要祝福咱人的生命，你传福你行住哦，你好你行行顺顺无？哈那，我感谢主啊，无啥人顶贵安尼款，细汉的时。那人爸母不是信主的，我看到几哪老，啊，做魔鬼的事，囡仔是长罪的事，啊，保庇保庇，啊，无代志，啊，你个派我个劈就是了，他那路细汉的事，你别生你用主的话啦，哇，上帝祝福你，你是一个祝福来。你会使讲个上帝话，或者囡仔听，可以来愈大汉有上帝话，无啥人细汉的事哦。哇，因为上爸爸妈妈无信主嘛，啊，了那人修坛呢，啊，感谢主啦，大汉了信主了，坛就大个改变了啦。因为上帝信靠顺服，上帝的人凡事上帝拢会做 ，Amen。你看第七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依靠，那些人就是有福了。Amen。第八节，有福的人是安怎呢？像个一个树丛，我栽在水边咪，水边个不要紧，伊个骆驼生根，在河边扎根，啊，这个热天来的时候，免惊。免惊，讲哦，这个水，伊个水果老无啊，免惊。伊个热天来时，伊个叶照安尼款，安尼青，安尼水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免惊。伊个大风大雨，日头就啊就啊大，甚至要来了，啊北风来了，这个天时愈来愈热了，这个长免惊。因为咱人辛苦也好花，咱想着这张树啊，你看，咱人休别青青，别结果子，按时结果子 ，Amen。咱人是有福的人，上帝拯救咱人，离开罪恶啊，离开地极门，来到伊个天堂的福分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，我要加道路，上帝讲我要加道路。
要指示你当行的路，当行的路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走的那条路，上帝要指示你。有时候我们走不了，我们要走较减的路，他那那有尾车都换车了，有尾车一撮路啊，去第一近的，第一方便的，第一省内的路程。有可能你看到别个 Google 一个不像，一看到一 satellite 一人造卫星照落来啊，一看到哇，那边无塞车啊，就这个尾车撮路去无塞车啊位，啊，来去红星会。来去当中都讲，这个位是看到个了，但是上帝看过个了啦。但是你爱行卖行，那条位呢是路径。那人这个人生的道路，人的生命的道路，那人特别好好保守上帝噶那人的关怀，那人特别高高来行这条路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你要做一个特别的人，无想的人。那人信了耶稣，那人跟上帝有关系，那人的性格态度会改变的。有的人的态度，有的人的性格态度不好，啊，失性地，无耐心。上帝话语会教导那人，人啊，你别去教人的啦，教到一个很多呢，伊讲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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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咪听了。因为你哋讲我唔好诶，讲我我软弱，讲我弱点呢。但是你唔鼓励我诶，真诶吼。有阵时咱人讲人啊，特别是伊人会惊惊顺顺哦，你茫去动啊，你动了哈，伊就起红了。真诶啊，有诶人未接受安尼款诶物件，对哦，安弟安哥对哦，我讲个对唔对？人你会讲甲一站呢，伊爱听咪听。是伊的管呐、啊，不是伊的管呐、啊。但是咱上帝话，上帝话教导咱人啊，无想诶。上帝因为伊是万王的王，全能的上帝，伊看到个了。这个人啊，心思意念，伊跟咱人讲话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啊。啊，邪慢人的座位，你看诗篇第一节，第一篇第一节就讲到了，那人爱做丢丢，像伊丽莎白加个这个 Zechariah 那款，一人是异人，无人会供养，哎，都人软弱啊，安尼老了啊，是不是做无好事啊，别生惊。一人是一个异人，一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一人祈祷，上帝有听到一人的祈祷。你讲我不是想看耶稣的破坏下面那人的罪，那人有这个义啊，那人会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。你知道有的人讲人是异人，的外表看是异人啦，但是里面伊跟那上帝佮看到，外人看袂到。那人有佮上帝交代，上帝会听到那人的祈祷。你爱上帝听的祈祷无？因为上帝是你的足头的管，足好的管头啊！你未使介伊加路的啊，介伊加路啊，你都吃辣了咯！你跟上帝加路过哦？我跟耶稣加几多安尼几年了？上帝啊，这边是啊，耶稣无应我，无答我，你加上帝了无？上帝跟咱人讲话，迄、那个啊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就是讲，咱人特别听上帝话，昼夜思想，唔是读圣经呀，佮特别想念耶话，日夜想念。这个人都是有福的了。头先都讲哦，都我都能会晓讲了哈。耶稣救我，医我，祝福我。这个是诗篇一百十八，里面讲到的话来，上帝话改变咱人的生命。那人讲出来，我是信主的人，耶稣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。你看啊，这个人啊，对着当那路家我，日夜有想念上帝话，上帝话影响那人的生命，改变那人的思想，改变那人的性格态度，那人就是有福的人了。Amen。今天我们来专心来敬拜主，
开了心来敬拜主，圣灵面大大，耶路伊的伊滴的水来充满咱人的生命。约翰福音20:29，耶稣对伊讲：“你因看到我甲信，伊甲多马讲，你因为你看到我，因为多马讲阿咪啊，我也是讲我看无到你钉痕的手呢，我就袂相信，因为耶稣着钉嘛，耶稣着个互人堵嘛，伊个白刀吼，伊讲啊。”一家的朋友说，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没在，他来他没敢点声，耶稣来他没在，他有在的时候耶稣还没到，但是他没这个耐心，但是这个这么奇妙就是说，他在这里追求救恩，他的灵魂的救恩，他真的告他的灵魂，像弟兄们，你告你灵魂吗？你去看，你信耶稣了，你过西山去吹阳光无啊？过西吹阳光无啊？哎呦，不要紧啊！我服侍个安尼坐了安尼坐年了吼，讲你妈啦，不叫妈啦。后天我讲到的吼，你有诶看到的，有诶你看未到的，你看到的啊？是这个偶像让人国家所拜，你看未到的，就是你喊呐，你相信的这个耶稣真够正，我够正，爱你爱我无条件。你看到有甚么分别哦？啊，就你相信这个神，这个耶稣5000年前的死的十字架，为了咱的罪，为了咱的病痛，的死的十字架，为咱的救助，咱的救助，耶稣赦免咱的罪，耶稣的宝血会沾对这个救助。啊，就你相信，因为你信靠顺服上帝，你叫上帝话听，你无嫌弃的心。你安尼款对条上帝，你看袂到，但是圣经讲，迄个看袂到的相信的人，都是有福了。假如家己讲，我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我看袂到耶稣，我阁相信伊。阿门。哎，你说啥？较大声人无？阿主啊，我看袂到耶稣，我阁相信你。因为耶稣真够正，我够正。耶稣讲我是活我的我，生命不的我。哈利路亚！耶稣第三天救我了。哈利路亚！你讲西爸爸，顶过20几年前，这个做听的，我无看到，我去到伊个 office 看到，这边是头毛长长像个 Elicat 个头毛，你知 Elicat 头毛长长个吗 ？Elicat 死啦！然后看伊个，伊头毛本长长，伊个小英弟阿妹啊，我看到不是长长的，我看到头毛影啦。然后我刷去看是，哎呀，原来是西爸爸，不是头毛长长的。今日你对伊照镜时，你头毛无长长啊？因为耶稣安尼爱路，耶稣安尼爱路，你看袂到一个神医啊！你讲西爸爸有活起来，有死了？无啊。不错吗？我，你看得到的就，你懂得到的啊。有的人啊，这个困惑的就，某某路的困惑啊。有一个查某啊，一个姊妹啊，伊唔知切伊个脚啊，用布切哒哒扎起啊，切甲十几十年啊。等于就伊信耶稣了吼，伊免阁切伊脚了。因为耶稣救伊个灵魂了，耶稣拯救伊个生命了，伊免路个灵魂特别坐车。这边是30多亿，信了耶稣，哎呀，佫加一个苗金啦。耶稣讲，哇，大伯讲，讲天公，佫一个耶稣讲啦，家己称呼这个名出来。但是耶稣这个真够正，哇，够正，爱汝爱我，无条件，伊安慰汝。在你空难中的点声，你坎坷的点声，你不好的梦来的点声，你叫一个耶稣而已，他人特别离开了。你知道哦，那个东西，这个邪灵来逼你的时候，来带掉你的时候，哇，你心肝没喘气啊，你叫一个耶稣而已。耶稣，让人们得胜，又得胜。Amen。咱人的生命无相了，感谢主耶稣。那是咱人看到的物件，咱人
错来真正这乱量，无高嘞物件。你知哦，梅丹的人家这也好讲，那人平宁的福建话。有阵时，那人知影啦，啊，因为那人的信息有去 YouTube 了哈。那人有个人，养家子，这个传线啊，一人会交给一人朋友。我听到吉隆坡，哇，人讲有几哪个牧师讲，哇，你放了这个，放了信息啦去，我听到的啦哈，甲别人讲啦，别个牧师甲别个牧师，牧师 A 甲牧师 B 讲啦，伫吉隆坡的，哎，你放了信息啦，放了这个网络去啦，哇，伊传到全世界去啊！我不希望那人的信息啊，会传到全世界去。但是那人买看的数目啦，啊，有的人看的数目啊，你看了啊，你唔知爱笑个些好啦。你唔未使学这个，你感觉，你心情未使学这个数目来控制你的。你信靠神学，上帝话改变那人的生命，那人的思想，人。很多德性，因为耶稣的恩膏领教人的生命。Amen。今日暗，咱人来看，这个真济多真水啦哈，但是上帝话更加水啦。耶和华讲啊，看啦，我要做一个新的事咋啊？这个是头一个咯。啊，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咱人特别生土啊，骆驼生筋，咱人的信心，咱人爬这个地基。靠着上帝，因为咱人看袂到伊，咱人特别拍地基栽栽，阴掉耶稣无帮，因为风雨会来，啊，扩大的日子会来，咱人唔通和这个环境来，啊，这个压力来影响到咱人的信靠甲上帝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伫旷野内面。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关于耶和华第三，啊，在你灾难的日子，应允你，站住你，因为伊的名，雅各的神要关高举你，特别，好了，怎样提升你，好了，站起来。依靠耶和华，耶和华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Amen。你讲啦，信靠神啊，仰赖神，就是讲靠上帝。那人靠神，坎坷不坎坷？信耶稣坎坷不？啊，有麻烦咯，你来做礼拜，无哦，欢喜哦。我到了礼拜来，真欢喜的，看到路人个了，真欢喜的，打招呼住。一记，你有服侍主啊？你服侍主，你特别。你的个人的属灵的生命，你人特别高，咱人特别抽点声祈祷，敬拜主、读主的话，别使讲哇，啊，日头眉，服侍主呢，无家主有关会，无家主来沟通是别使的，啊，咱人特别断起来。好像你讲啊，辛苦神，你讲无坎坷啦。其实呢，有淡薄坎坷啦，因为咱人看袂到的，咱人动袂到的。但是咱人去动到的，咱人都服侍个安尼几年了。你过帮我，你过拜拜我，袂使了。因为咱人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无个别的神了，靠我啦。你袂使去看命了，啊，袂使去拿个卡夹来卡人了，无了。啊，过做，无了，因为耶稣偷帮你赦免了，免去做了。啊，圣经讲这句话真正对的。啊，是讲你原谅人的罪啊，上帝原谅你。啊，是讲你想得对啦，你无原谅人，上帝不讲啊，我未原谅你。但是那人的人的赦免偷帮了，那人是信主的人了，你欢喜不？我真正欢喜啊，姐妹啊，因为圣灵当刚，圣灵胜利不啦？圣灵的胜利就大了啦！感谢主，那人不是想个靠一个壁呢？反正就靠上帝，不是靠了壁无做伴，无。
咱人的生命大大的改变。你知道那个壁不好的地基本的倒啊！我看那个墙啊，有人做过啦，伊无下梯基啦，伊干那下个阿毛灰的砖呢？你看大了两步，你上啊，规座在那倒的啊！你出来有哦，有礼包，有阿毛灰礼包啊！你忙去做下那倒的时，唔知影吹阿忙不？这个物件丢，我看个人动掉呢，倒去了，因为伊无地基。如果虽然有的人要做这个篱笆，但是这个地基不够，地基不够。那人靠上帝呢？那人不是用目睭来看，看得到才相信。有的人说，都要打电话啦，做appointment啦，上帝你应我，我刚要跟你讲话，我真真心事在哦，来啦来啦。他那人免安尼款。有的人个等哦，哇，个写批予伊哦，免的啦，上帝写批啊咪，免写批，那人会清心甲上帝讲话了，那人会晓讲话，你有祈祷无？祈祷就是讲甲上帝讲话咯，敬拜主啊，予伊啊，予你信心坚固，那人看袂到，但是那人有信心，那人看到边啊，上帝创造个老师，上帝灵力来，上帝高啊，上帝真正强。那人特别靠上帝，信靠上帝的人都是有福的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靠人是暂时呢。你看，那个靠人的人都离开上帝，靠山倒，靠人走，靠耶稣得福咯。啊，新加坡这句话正知道讲着，树倒老高山，老高大个树长大个正久了，伊树长倒呢，伊老高稳山个了。那人做一个阿爸、爸爸妈妈本好伫家庭，那人个信心甲上帝，那人个家己伫边啊看，爸爸妈妈安怎信耶稣呢？伊人安怎？哦，安尼高几多？伊人达达过坎坷的点些，伊人有好的点些，本求个上帝，哇！我本爱对爸爸妈妈，伊人过晓超市，过读圣经集，高点些，伊人会有点些个上帝。人做一个好的例子榜样，人的模样是真正重要的呀。哦，你看到你囝、你孙啊，看到你无教伊呢？哦，阿弟啊，哇！我姨啊，我虾米啊？我金安尼高啊，因为样信耶稣，耶稣安尼大大改变伊人的生命。咱人免过活伫沙漠的，咱人免互一个物件相向来控制咱人的生命，咱人要大伫上帝的祝福内面。Amen。依靠耶和华的是安怎款的人？依靠耶和华，等下写一张树啊，那款在地这水边，不是靠人，靠上帝。常常靠人呢，常常这张呢会带来苦大。这张需要水，一根啊，内面烧这把毒啊，迷路土啊，坎坷。但是依靠上帝，看未到上帝做工作。但是咱人有信心，扎根啊，树长有根落去土，你看得到一根在土里面，无理由你去起来看，哇，那根生了偌长偌深，无嘛？这长信心安尼依靠上帝，你看伫里面，你看袂到外口安尼热。外口安尼无雨水，但是内面真正济水源不断的，这个水啊，上帝啊，充满济济的祝福，伫这个看未到的所在，这树长滴滴落根，滴滴落水，风雨来收了这个水，这个水看未到伫顶面，但是底下有满足。满足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，让这个长未苦大，未死，
天使来的时阵，唔免惊。阿门。你甲我，你甲你信靠上帝，你唔免惊遐。咱人唔爱做迄个沙漠诶，爱去沙漠住。迄个去沙漠就是讲离开了上帝，啊，拄着灾难，拄着坎坷，甲来多对来找上帝。有阵时，这个物件消完了，咱人对中诶，就是讲咱人特别在。正那人的长，可以骆驼生根，可以栽栽阴掉耶稣，因为靠上帝、靠神的人，都是有福的人了。Amen。你关于对人生、对生命是有福的人无？你爱做有福的人无？爱耶稣，我爱。哥罗西。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若人接受了，既然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来的我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，迄个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无别好见。若人接受了主耶稣，若人特别尊，当尊他而行，对了上帝话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落地上帝耶稣里面，就是讲，你人特别专心对了上帝，啊，唔通杀心挪意，啊，有个人开始信耶稣的时，加了本爱，他那你会使放开，加了信耶稣就好，信耶稣信心坚固。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，愈来愈坐伫咧生命。这是第六章、第七章。OK， 印度有一个啊树根桥，伫印度东北边啦，啊，吉拉班吉一个所在，因为那边真侪山，过真侪啊。许多河流山川，加些河，加些江个着。那边个人民呢，安怎爱过个江呢？伊人想到这个办法，伊人栽迄个树林长，伊人栽树林长伫伊这个江个，这个树林长慢慢滴滴大，滴滴大。啊，树林长真正用啊，伊骆驼生根啊，过后迄、那个长呢？变成迄个一条桥，这条桥就是树根桥。迄个长呢，花了十年到个十五年，挖起来大长。你看，那人的生命信耶稣，不是安尼款，慢慢大汉起来。这个将来看袂到，但是伊人会看到，安怎会坚固、会稳稳来行这个江呢？都需要，伊人有聪明，伊人想着哇，栽这喏，栽这个树桩啦，树林桩用了吼，伊人做一条桥，这个过来，这个桩呢，会挖个正八年，方便给伊人的生命。如爱方便得主的生命，行方向信心的道路无，都要靠神咯。你茫个靠人了，靠上帝。信靠上帝，信靠上帝的人，都不过离开上帝了。唔通有怨妒的心，唔通有挣扎、坎坷、无欢喜的心。但当礼拜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专心专意来求靠上帝。你看得到的，他那你看未到的，相反坚固的信心。来到上帝面前，咱人唔爱做沙漠，大的沙漠离开上帝的人，咱人特别有上帝的福分，因为你甲我是上帝的家子，都是上帝要祝福满满阴阴的福分，伫咧生命。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耶稣。看啊，咱人要站起来，这边依靠上帝的人啊，哈利路亚。不管哈咩天时，热天时，啊炎热干旱，
艰苦的困难的点声来到的时候，上帝是那人的帮助。Amen。上帝那人患难中的力量，那人唔免惊，因为好那人得胜，佮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耶稣，今日按圣灵大大要浇灌那人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古拉玛沙那啦啦啦嘛，圣灵的水，哈利路亚，对医治的水，领教我人的生命，哈利路亚，古拉玛沙那来洁净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不义的破坏来一洁净，一切不义，哦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哈利路亚 Amen。 主耶稣高兄弟姊妹好了，主耶稣你祝福一人吃一人饮达达吉，一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的保佑情，你的舒恩，你的舒恩的保佑情，你的怜悯，你的喜爱面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高一人用。感谢主耶稣，祝福一人，主啊安哥安弟一人身体勇敢，主啊，心灵体、灵魂体，有上帝大大祝福，哈利路亚！出入有平安，主的安慰来充满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主耶稣高兄弟姊妹好了不？主啊，好我能做一个好的见证。我主啊，虽然我能看不着路，但是我能信靠顺服，凡事上帝拢会做。主耶稣，你知我人的心。你知道我人的需要，主啊，你来救我、医我、祝福我。耶稣救我、医我、祝福我。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哦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人得胜，也过魔鬼的欺瞒；好，我人得胜，也过魔鬼所害的。主啊，好，我人做一个信主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有信心依靠上帝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祝福我人。哦，新年要到，哦，主啊，好我人家庭有平安，有安慰。哦，主啊，有救恩领教一人的生命。最最阿爸信主的主啊，你来医治，来感动一人的心。主啊，你来，哈利路亚，你来行神迹。第一浪的生命，哦，拉巴卡拉玛西里里里里安娜，哦，那卡拉玛萨娜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过去的鬼魂精，那人将哈利路亚出来的人，阿被信主的高低的手中，哦，拉玛萨娜，快来出来祈祷者，哈利拉玛萨娜，恩巴卡拉罕地，将一浪的生命高低的属灵的播种，主的怜悯的下面，哦，拉巴卡拉玛西里里安娜，祭奠一浪的心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感动伊人，哦，好伊人接去天堂的门，接去天堂的福分，哈利路亚，库拉玛沙那，都一人信主，全家分别来信主，主啊，我人正经过一只无看我的日子，耶稣你是好我人有看我的日子，耶稣祝福我人，哈利路亚，我人今日做头无做尾，哦，祝福伊人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！我大谢谢有上帝领带，有上帝看顾。哈利路亚！将这将树安的款，哦，路途生根，荣耀耶稣宝宝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耶稣，奉耶稣名，我祈祷。哈利路亚！